去外景楼，如果你去奥迪 shopping 买，少1块6块9毛。
今天你买两个呢，我们是打广告，还是送多一个？收本你吗？这个你去欧弟买，七块九，两个就十五块八。今天你买两个这样子一块。如果老板有交代，两个一起买的话，送给你们多一片，好、哦。你骂地上的地上骂桌子分开，比较卫生，好不好？好、哦。这个呢，可以拿来宠物专用，然后这个汽车啦，或者是放在你家的机房，可能每天这个洗完上来，这个烧一下，马上就清洁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两个朋友要的话可以帮我讲。 没有，我们都养好了。